每一个轻松的音符对心智障碍者来说都是一次艰难的挑战。受限于行动不便，所以没有机会踏入社交圈，认识的朋友也不多，更没有什么机会踏上舞台。每一次的自我挑战都让歌曲多了一点感动，多了一份生命力。每一次的表演都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体验，那可以在台上分享快乐，分享爱，那真的是非常一件有意义的事情。你一定听过技术高超的音乐演出，但你有听过用尽生命的力量唱出的歌声吗？对新路合唱团来说，他们不是在表演，而是用最真实的情感唱出生命的乐章。今年2月26号，戏剧 M 福音交响乐团将与新路合唱团在国家音乐厅一同携手演出，我们真心邀请您的参与，透过音乐让这份生命力传送到每个人的心中，点燃爱与感动。 CGM 福音和平交响乐团邀请日韩音乐家与新路合唱团联合演出，带给你最感动的生命乐章。